修净土的人可不可以大拜？可以。拜阿弥陀佛。这个大拜是一种运动。心地真诚谦虚。且这个谦敬身体要运动。可是年岁大的人不适合这种运动。所以净土宗教导我们最殊胜的运动是绕佛经行，我们念佛堂绕着佛念佛像散步一样，这个运动对于中年以上非常适合。这是佛在经典上教导我们的。